大家好，我是今日的小老师啊，叫张在新。我今日要来恁教的是一个英语的教学哈。今日要来教一句足有名的谚语，中文是“当柠檬给你不是，当生命给你柠檬的时候，就做一杯柠檬水。”啊，今日要教足简单的两个单字尔，吼，柠檬甲柠檬水。安尼了解无？柠檬，柠檬，对，哎，你们要跟我练啊！柠檬，哎，柠檬，有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是不是很简单？那后面的人都学会了，就剩你们还没学会啊！如果到这里还没学会，没关系，就是柠檬，好不好？柠檬拿着柠檬叫做柠檬，那柠檬捏着雷梦呢？等一下，那不好意思，给我换一颗，这没办法施展我的神力。对，当雷梦捏雷梦的时候，叫做雷梦呢？对，哦，看导演，我告诉你，拍片就是这样子，导演就是这种功能，就是一直提醒而已，好不好？来，雷梦呢，使用就是要这样，我就给他抖到个底呢，我看一下，哦。导演，借你个手，对，来，一二三，柠檬嘞，你有了解不？英语叫做柠檬嘞。哦，今天英文的教学到一个段落，然后今天最重要的这一句就是，当生命给你柠檬的时候，就做一杯柠檬水。OK， 是柠檬嘞。当生命给你柠檬的时候，就做一杯柠檬嘞。OK。如果还想学，就记得看不读书俱乐部。拍水。我发现干嘛？他好像在喜欢我哎。你做军师吧，我来执行。小姐，你喜欢猫还是喜欢狗？